为什么刚刚问抽脂医生？抽脂其实你这样抽是没用，对，抽脂最大的功能是像，比如说像你们这么瘦的，雕塑有用，哦，它是塑形，它是雕塑身材。那你抽完其实没有多大改变。对，就是说你150公斤的时候，他看起来瘦了，他说我瘦30公斤了，可是还有120。你们抽到，你们抽太多人都死掉了。对，而且包括像如果像那种抽脂，如果你生活形态不改变的话，你抽完这个地方，它会胖在内脏，对，它会胖在内脏这一块，要更 double 你。